老表班底齐剃光头，微博哀悼啊！一角二角搞乜啊？头发想你啊！洗头水，暂别啦！老表班底寻日为新剧《食为路师》造型，古装冇长腿路，文文就话喺套剧度要耍两手玩卖艺，暗恋张继聪，继续被逼嫁俾佢。佢就唔使问做妹仔啦，发挥食嘅本色。前日出席新城活动表演唱歌，仲信冇饱饭食，因为我发觉我食得太饱会胃气好劲，所以我会选择真系唱完我再去食咯。唔打定底，唔惊冇力唱歌咩？嗰晏就食咗三件披萨啦，三件好多吗？三件好多吗？三件好多吗？三个三片啫，半个咯，唔系四件先半个，唔得唔得 ，keep 住咁就最爱你啦。